相声学评戏表演者李云杰。大白，真好看，真好看，真好看，哎，晃眼了都，太耀眼了。今天呀，有点身体不老合适，可能是刚从哈尔滨回来呀，到这北京啊，有点不适应，冷了吧？哎，北京那个太热了，家里吹两天这空调啊，这个脖子呀，可能是受风了，落枕了。你有脖子吗？其实刚才那几天呀，有很多回头的动作，这个一时不便回不了头。这个现在还真是想一会儿下了这个场啊，做一大保健啊，做一大保健，这个专门把技师请来做头一台，这广州啊，这是啊。所以呢，这不老合适的，可能是人家这哈尔滨的各位有时间了，推荐你避暑的好去处。我们呀，哈尔滨那个那儿开分社呀，这是挨着松花江边儿，就从那楼上能看着江水。按就是魏凤祥的师傅郑豪老师一句话，就是自杀很方便。说先说不好，直接就开我们住24层啊。开着窗户就扔下去了，就投江了。所以呢，江水吹得特别舒服，而且那儿一般的就是我们上园子演出的晚上演出，6点以后，就跟现在的秋天似的，可以说不用穿裤衩背心儿，长衣长裤都没问题。那儿人也很豪爽，为什么呢？说话直，你好就是好，你好我捧你，不好我就不瞧你。尤其是有一个我们互动的环节，这个后台张子文老演这个，你说这个你上来，你下来，张子文玩700多弯一回，700多弯，整个这一节目都是这个，也没有，我们这管它叫流沙河专场啊，就是《西游记》，你上来，这个凡是演这个正好老师，我们俩聊天就是，你看这流沙河专场又开始了，你下来，大师兄说的对，师傅，大师兄二师兄说的都对，我全是这个流沙河专场。所以呢，这个团结在人家我们后台研究了，在北京能演，在南京分社能演，在哈尔滨尽量不要演。因为他的体力值，你说你上来，你那大哥，我上来你把我怎么了？你是逃跑的，我上来我一站，哎，我上来你把我怎么样了啊？我咱指挥之令鞠躬，大爷您下去，您好下去。所以这个环节最好的呀，他们直，他们那个大街上，你看那个吃饭呀，老跟打架似的。这个你喝，你不喝滚犊子！我的天哪，这真是。哪回我长晚8点多我跟剧场演出，因为最后一场我是这9:20上场，老是有边喝酒杯，你不喝大爷弄死你，都这个。然后你一般的就这个字眼呀，你说一瞧一看这大哥问你这个，哎你瞧啥？那大哥就我瞧你咋的啊？你瞧就不行，所以这就容易打架。其实俩人闹玩笑。俩人是等于是北京来嘛，逗咳嗽。还有那个摆地摊的那个，我们买那个苹果，买那个像那个他产那种叫甜果，我爱吃那甜果。他那俩小商条饭都是，你滚犊子，就这地方我说了算，他老是这说了算，得我帮你，我说了算。可乐这大哥接着下去，你说了算，你怎么不说了拉胶去呢？啊？你边儿又有拿着钱在那儿去交易去，我琢磨这包比说相声还可乐。我说了算，你怎么不说了拉交去呢？大门开大，你管着吗？滚犊子！全是这可乐的东西，就是来源于生活，观察生活，还原于生活。尤其跟郑豪老师，后台孔云龙，我们都在一个宿舍。郑豪老师是这张那魏凤祥，就这刚才说这贼说话这个，他们先生的意思，各位知道吧？知道，老公说这魏凤祥是郑老师的那娘们儿那意思。领证了呗？不要歪想，先生不是，不是说这
一说这个，我们先生，那郭德纲是我们先生，你是他媳妇儿是吧？我先生是等于是名词，先生就是师傅，是他就是魏凤祥的师傅，是郑好老师。郑老师这郑好是艺名，本名叫郑喜定。郑喜定就是说明郑老师很爱干净的啊。郑喜定老师，我们上南京玩去，南京啊现在是梅雨季节，老下雨，就上回去也下雨，尤其吃的也不好，老是米饭。郑老师胃口不好，就是脾胃不和，还有点那个叫结肠炎。我们俩遛弯去，就那个老城墙啊，在一小公园，我们就是什么时候去，就是老有花开着。最可乐的是什么呀？过春节，大年正月十五，我们去了十六眼。正月十六，您琢磨，这个就咱们在北京来说，基本上那个是就是毛衣毛裤还没脱呢。嗯，我们就是晚上演完了，正月十六当天晚上，郑好老师我们去那护城河边上去玩去遛弯去。郑老师呢，他平常胖，他也比我瘦点儿。他冷，他因为脾胃不和好冷，他穿的很多棉衣棉裤什么的。遛弯遛溜的呢，他就有感觉，就是用文言来说呢，就是要尿灰。我怕各位不懂啊，因为说相声刀台笑话呀，讲究深入浅出，就是文言就是小便的意思，要有懂就行了。啊，然后呢，给冻得哆哆嗦嗦。我说他哪儿没厕所呀？边上全是那个树什么的，他就是解这裤子呀，那冻得哆哆嗦，正尿着呢。一抬头，最可了，一抬头瞧见什么了？各位，那叫什么呀？金桂，就桂花的一种。金桂，这一棵大金桂树，开的都是跟大拇哥这么大的金桂花。夜里边十一点半，遛弯去，郑老师解开裤腰带正小便着呢，正尿到一半的时候，一抬头，金桂花开着。哎，当时郑老师那尿差点没坐过去。这是聊渣的呀？这不是斗气儿？棉衣棉裤，我这还哆嗦呢。金桂花正开着，郑老师尿一半就系上裤子了，那一半就尿裤子里。所以呢，他有时候我们就遛弯就。溜的没准是饿了，那儿一顺心拉面，这真事儿没玩笑，百年老店的顺心拉面，二两面加这么大一个纯肉的四喜丸子，多少钱？12块钱。嗯，这真事儿。还有那个底儿那一层排骨面，12块钱。哎呀，经济实惠。可北京城，我就是吃过这么多家，没有比这家顺心拉面再顺心的地方了，又便宜又经济又实惠，没有。植入广告啊你！哎，郑老师吃完之后呢，吃完了这可能是有点脾胃不和。啊，这当时溜了一半的时候呢，大的就是史莱克牛奶。哎呦！我怎么边上？哎呦，正面怎么着？我揣牛葫芦呢，这么着？哎呦！哎呦，不行，坏了！这明天来说这是要拉屎，不要再折腾了，这也没地方啊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我说这没有啊，怎么那么寸？大街边上呢有一什么呀，就是自动取款机的亭子，嚯，那写着民生银行。我结果大马路上啊，你说也不能拉哪儿啊，直接就那儿吧。我说您带纸呢吗？没带纸。哎，我这儿也有，您看我用脚呀，这么一踩呀，那呢？眼神也值钱。我不记，我戴隐形眼镜儿。那天我这眼神一晚上啊，一瞧不是纸，塑料袋儿。哎呦，我这没法擦呀。塑料袋儿一擦就滑溜，一擦就滑溜的，擦了呀，干净了。嗯，说是吗？太滑手了，擦半天跟没擦一样。嗯，关键擦完了没事，这玩意儿被裤衩儿了，今天。屁股蛋子都擦花了。这郑老说：“哎，老李，没事儿，这正合适。民生这银行这自动取款机，我拿这个到里边把门一关，我拉在袋里边。哎呀，拉在袋里呢，拿出来之后你扔不就完了吗？哎，干净。嗯，我
那行，我说可记住了，您瞧瞧这自动取款仪上面有一个摄像头，再给您录下来，到时候发到网上，您基本就大火了，您就真是发财了，正喜庆了，这是。没有那摄像头，他呢把这塑料铺地下了，往那儿裤衩裤衩裤衩拉了八斤半，嚯，连那丸子都拉出来，把袋儿系好了，门口开着门，把门关好了，拿这手拿着袋，这手掐腰，我说怎么样，兄弟，好点没有？好多了，这肚子立马就不拧疼了，刚才疼的厉害。一看前面呢，离着十米远，路边上垃圾桶，就扔我就走，扔里边咱接遛弯去吧，咱就接着那城墙边看那金桂花去。走着走着，刚到这垃圾桶边上这儿，从那边飞驰一辆摩托车，后边坐一个，这前面骑摩托呀，二十多岁，后面坐着一二十多岁，从边上唰就过去了。上来拿起袋儿，往前一伸手，后来呗，砰！被抓，好擒拿手，就抢走了。又黑烟直奔西南，哗！这摩托过来了，我们俩都傻了，郑爷这都傻了。那想吃丸子想疯了，这电影啊！老李，我说赵爷，你说我还报警吗？我说你还报什么警啊？他替您打我了，我怕他吃了我这个，他以为这是芝麻酱破白糖呢，这是，所以他尽早就笑了。这是真是，为跟您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来源于生活呀，还原于生活。像这种啊，就是包馅儿很多，这个包括我们正好带着我们去那个哈尔滨那儿的一个中央大街。不知有没有去过哈尔滨旅游的？有，有吗？有，你去过是吧？去过。哎，中央大街那儿有那个马蒂尔西餐厅。嗯，马蒂尔。大冬天的啊，戴着皮帽子，穿着皮大衣，手里拿根冰棍儿，嗦这冰棍儿，我嗦了半这个，我嗦了冰棍儿，吃冰棍儿，里边正好请我孔云龙、西鹤涛，有我们这四人吃这马蒂尔西餐厅。吃西餐的坐在这儿，靠这个窗户外边儿呢，有这个两个大人，等于是也二十多岁，带一小孩儿，这小孩儿就跟这小朋友似的，跟这小朋友这么可爱，我小时候也这么可爱。咦，哎，小时候坐那儿，然后呢坐在靠窗户边儿呢，这什么呀？也得是那天周一休息，晚上遛完弯儿那会儿也得有九点多了。看看那中央大街的夜景，逼灯，看我们刚坐这儿，这小孩呢就站起来呀，用手指着外边，那让他父亲看，哎，丁丁，他说这我们就好奇，别人也瞧什么，丁丁，他父亲呢用这人手呢打这孩子手，大哥都别他揍了，啊，啊，大哥都别他揍。然后呢，母亲呢用这只手啊打着父亲的手，来打胳膊对不对？我们仨人，我们这四人一听，正爷，西餐厅碰洋人了。你听说这话，可能是俄罗斯边界来的朋友，外国友人。为什么呢？你听那叮叮，打胳膊对不对？来坐坐坐坐坐坐。你说这东西咱们。后来呢，这个你仨人是那聊天，我们听推懂，过了一会儿走了，走了呢，他边上那桌呢也是两个岁数大的，然后呢，这俩呢在那坐了很长时间了，打这仨呢把这个俩大人带一孩子坐这儿，他们就来了。等这俩大人带一孩子走呢，这两个上年纪的老者呢，这是也就是五十岁了，老公们俩人坐这儿聊天，我们才明白。这个其实这几家呢不是俄罗斯人，就是本地人。我们后来问我说：“您怎么是本地人呢？”他们说话的就是本地人。我说：“他们说的我们一句都没听懂啊，你们听不懂，他们有点口音，再加上嘴里有点毛病。”
我说什么毛病啊？大舌头，大舌头。我说大舌头。我说那小孩说丁丁丁丁。那大娘就说，我们家大娘也五多岁了，有点白头发，花白头发。嗨，那孩子不是说那个丁丁，他是说星星星星，丁丁丁丁，星星星星。哦，我说那跟父亲一拍这小孩手，说大舌头别动大，这什么呀？大舌头别动动大，这什么呀？说大舌头别多说话。叫大舌头别动动动话。我说那你他妈一拍着爸爸走，得打别的东西，这什么意思呀？这是你们俩谁也别说谁，要不在这儿，你俩都赔不就得？净创这个笑话。有时候呢，你无意当中发现这个，你包括我们黑龙江挨着江边，我们社人也冬天也冷，这个正好是齐月涛跟我们这队长孔云龙社人坐这儿，我就问，我说郑老师，您是黑龙江人？我这哈尔滨这黑龙江物产丰富，产鱼，让钓鱼吗？让钓啊！哦，我说有人管吗？然后我们这队长孔云龙老师就边上来，一边刷着手串，刚才戴手串刷手串，这个没人管，没人管，没人管。我说这个钓鱼，这个钓着之后让哪走？有人管吗？哎，没人管，没人管。我说这钓的鱼多大也没人管，都随便拿。哎，没人管，没人管，没人管。然后我说要游泳有管吗？嗨，没人管，没人管。我说钓里头万一淹死了，没人管，没人管。合着都没人管，全是真事儿。我跟您说，您笑的全是真事儿。觉得说相声就是总结这素材。前面这逗您这么一乐，因为什么也没有完全加工，都不用加工，这都是真事儿。你关您下了一会儿，您后来一会儿，那他又上场，我您问问他，有跟他朋友、跟他关系都不错的老朋友，跟他不错的，包括您新来的，您可以问问，就真事儿。不打好打人，这是什么呀？不爱不好说话，后台人好，直得直脾气，哎，刷串儿。然后呢，这个有时候聊天，有时候就聊出笑来。而且说相声的老跟您说，四门功课，这是坑蒙拐骗，对，不是啊，刀枪剑戟，脱鞋上炕，还有什么吃喝嫖赌，哎，这都是说相声是吧？啊，杀猪宰也不吃也不正经八百说相声都说的都跟开玩笑，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这几样都不容易，说的嘴里干净利索，而且学的种类多了，学个什么这个唱啊。学个人物啊，学个小姑娘大嫂子辨别嗓音呢、啊、这都归学、而且这唱也归学，其实我们本门的唱呢都是太平歌词，郭老老唱什么这白蛇传啊，鹬蚌相争啊，单刀会啊，这都是这属于本门唱。早年间呢就是此地天桥这儿画桌撂地画一圈白沙打字，您到网上查这个侯民侯先生白沙打字打十字，边打边唱，一字儿写出来一架方梁，二字儿写出来上管下横长，还有这撒这字，撒这字干什么呢？我们行话叫拢年儿，就是拢观众来这儿蹲这儿撒，什么时候就不撒了呢？人多就不撒了。他这个说他怎么知人多呀？他这低着头撒这个，他就知人多了。他知道，您看他低着头，他会数脚。那说那他不抬头瞧见您呢，他看这脚黑丝。不是演员坏的，观众把眼睛都带坏了。您说这天天落尿地，每穿黑丝袜的成家，是不是都穿肉的？那个三里屯那个 mix mix。安吉斯府，对不对？mix mix， 人家那个长发黑丝小豹纹，那我们是那个恩济寺广济寺，阿弥陀佛去。所以呢，画过料地，真不枉唱太平歌词。现在呢，基本上很少有人唱了。不过来段，幸好啊，咱们原来有那么几位唱的好的，天津的荷花女唱的好，有那个唱盘呀，百代公司的，16岁。就去世了，还有常连安先生也唱得好，也去世。现在当今的呢，这个郭德纲先生也唱得好，也去世。哎，这三位都去世了。
这词儿你说的都去世了。不过还有一位健在，当然他得瞎说，有时间您去看看长安安检啊。我的老爹健在，活得非常好，身体倍儿棒，吃门门香。这个开平歌词他唱得好，这上下两句倒着不好唱，尤其单刀会，这个没别的，就是说到这儿了。尤其这个这段子叫学评戏，后来他们不管叫学名戏，真是啊，学名戏，我给您学上这两句，给开平歌词，好吧？说这么多笑话了，也没够把你们给逗乐了啊！当然，掌声再热烈点会更好的。嗯，唱这边，东走胡陵下行船，五子敬摆酒宴，约请圣贤那胆大的。也行啊，您都做个示范呗啊！使点劲。这个半班戏还有半班戏，半班戏啊，就是不过就整班，小生、小花脸、小旦，这叫半班戏。半班戏呢，最有名的开场拉个大幕，老妹开场，老妹儿出来唱个曲句，有老妹在上房啊，打扫尘土嘛您呐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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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你哒。就白打跑了，打完东屋全到了西屋里了，这是半班戏。而且呢，咱说这个小生、小花脸、小旦，那会儿这个剧班呢，可能跟现在不一样。原来句老话呀，叫有蛋吃饱饭，鸡蛋还是鸭蛋？老年间不是有鸡蛋吃饱饭啊，嗯，有蛋就是有个蛋卷儿。那会儿讲究四个名旦，评剧、京剧四个名旦，京剧是梅上成群。梅兰芳、程砚秋、荀慧生、尚小云这四位，那会儿的这评戏有四大名旦，叫李金顺、艾莲君、席采莲、白玉霜，这是老四名旦。那会儿最有名的就得说这白玉霜。白玉霜呢，这个其实我跟白玉霜啊还沾点亲。白玉霜呢是我姑奶奶。哎呦，你别搭理他们啊！白玉霜是我姑奶奶，然后呢？我呢是个那个孙子啊，都不要紧。我姑奶奶叫白玉霜，我姑奶奶叫白玉霜，我叫黑姨子。这个事儿没搭上白，也挺白的。白玉霜拿手的秦香莲，那个最有名的那个建皇姑啊，什么那哭坟呐、啊，这都唱得好。尤其那个父啊，三年前你为赶考奔京路，临行
把你祝福言说，虽然已是百花开，有眼蝶花儿不要采，不采不采不采。太好了！哎，这是白派，他讲的那个鼻腔共鸣音，有听福儿。就后台我研究这跟郭老师，就这鼻腔到这喉咙这儿啊，这种三音能堵边下不去，这就这味儿就浓了。尤其这福啊，一听这就咽了一斤，还有二斤，这是讲究这个。还有什么呢？那个小声，小声呢，这个唱段，包括我听过人老先生唱那个，原来这儿有一个评剧班，老先生长得漂亮，都是天津的，跟郭老原来搭着班唱的戏。唱那个人面桃花，唱的好听，你唱这边你学学。去年今日此奔波，见一位美大姐的人前站着，面似桃花，她的发如墨，不亚如美天仙月里嫦娥。你唱这边还有伴奏，掌声不热烈。讲的这个没有呢，缺一样，缺的就是这花脸，就是包公戏的花脸呢。后来有一位就是评剧的开创者，叫魏如元魏先生，魏凤强，他这个唱花脸唱歌。不过呢，魏如元以前呢是傅连城搭班学员，傅连的，傅连城，他是学京剧，后来的京剧呢，裘盛戎火了，他跟裘盛是一科班的，结果呢，他干不过裘盛戎啊，嗓子也不灵，他就改唱评。自成一派，就是魏派艺术，尤其是什么那个沉舟放粮啊，砸包勉的唱得好。他这个我这个利用两个星期时间呢，特意听他这段，就这段学评戏呀、啊，我学了一段，反正学的像不像我尽量把它唱好，好吧？给您学着啊。合作一辈子，最有名的
那个杨三点儿告状，演老太太那点儿，喝一着急盘着腿儿，你那炕上就一下就蹦下来，满盘的彩，哭灵，老太太多好啊，七十多岁，可能最后去晚上去世也就不到十年，有几年，他是癌症去世的。跟我们先生郭老师关系都特别好，原来搭过班唱过戏，为人也好，唐山人，有点这个口音，都是啊，那就是演小品那会儿呢，就是大火了，跟那古汉林，他也住在北京，郭老师带着我看过去，瞧得见，这叫奶奶，我说奶奶您好。别搭了，都说哪儿了？奶奶啊，来坐，来等那儿坐，我们坐这儿给我们沏水。别走了，中午在这儿吃饭啊。这是你这个相声怎么样呢？听说词儿好的，还有点口音，啊，这平常耳不能住。然后呢，就聊说这儿我徒弟，这叫李云杰哦。嘿，你小伙子长得多漂亮，长得跟银娃娃似的。咦，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样的小伙子。哎，那会儿就没有，你看看，他就喜欢我。他说对我们这儿说，这他呢，李云杰，他就喜欢唱评戏，京剧评戏，评戏是最喜欢。好吧，来给奶奶唱一段。就是我知道我唱不好，我这没事儿，你给奶奶唱一段，唱好奶奶一会儿给你烙馅饼。烙馅饼真是烙馅饼，我说行，那我给你唱歌吧。我就站那儿，我这也紧张，那么大艺术家，全国闻名的赵丽蓉，我说你唱吧，唱完这个老太太眼含热泪，哭疼就坐在炕上，一边抹眼泪一边抽。这个孩儿唱的可太好了，我演了一辈子评戏，得到你，就你徒弟今儿唱一段，我乐。我唱，你们仔细听了啊。
节。一会儿这个我唱清楚点啊，这个我给您学一下啊，那轻易不唱。打赵赵丽蓉老师一死，我这多少年都不唱，有点舍不得，真舍不得。今天这儿你学去啊，你唱这个啊。我把学员起风那波，出了位少年名叫哈利波特。我知道这是什么了吧？